换了一个吊带裤。对，哎，都没想过怀孕还可以穿吊带裤。对，而且你现在这边会紧吗？裤裆跟肚子？不会，因为我其实现在是八个月的肚子，八个月，然后我的肚围是97。而且重点是你这边还没有拉开，对，这边还有延长的可以拉开。你们这里的话，我设计是拉链的，所以如果就是讲肚子比较你会想要比较更有空间感的妈咪们，你们这边可以再往下拉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它也不会卡裆，我觉得穿起来是很舒服的。然后这里它是可以去做调整，调整你的那个长度，很可爱。然后它是有这是有也是有分尺寸。好了，那你穿什么尺寸？我穿 L 号的。妈咪穿 L 号哈，八个月的妈妈穿 L 号，给你参考哈。然后它的话是有弹性的，这个牛仔是有弹性，而且它算是我觉得好像四季都可以穿它的厚薄度，它的厚薄度是那种四季都可以穿，它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，有点小窄管我觉得像小窄管。就是可以让你穿的就穿起来特别显瘦，而且其实刚刚妈妈穿她也没有拉开拉链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她刚刚肚子八个月她也没有拉开拉链，所以她那件她绝对可以穿到身的。对，这个货号给大家，XL M L XL， 小田穿 M， 然后真人妈妈穿 L 哈，真人妈妈穿 L， 这样没问题。它有五个口袋，布料本身有点弹性哦，好，换夏天我跟你讲搭短袖都可以穿，不用担心。